可以不？给推进器啊！喂！空军。然后大房里还有一个，桥上一个，还有一个人不懂在哪。走着了，我感觉我好像是个憨憨。有个人没休息啊，在这儿。我以为是先知没出息，结果是调香师。我的天，学会三连击，第二十。这把我要被开三台了。用兵来救，空军接他的电机。先知修了一台新的，然后空军会，然后佣兵会重新修一台，然后没关系。哎呀，没倒，亏了，没有重新开始修新的电机。三连电机，他佣兵好像是，现在肯定是空军重新修一台，然后佣兵过来卡死就，电机开始动了，拉锯手吧，拉锯手这个是，差不多了哟，别跑了，别跑了，兄弟。哎，好。狗贼，跑的离椅子这么远，我要挂椅子，赶过去正好开了。看有没有贴吧，有人坐车回来了，这你敢信？我先把这人挂了，这个人没钻头，我先装作不知道的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我装作不知道他坐车回来了。哎，我先往这拉。哎，
回手掏。下来。闹啊，这个人。我太坏了吧！但是这个空军耐挂，因为我得看着点先知。直接走，我回去吧，回去把那个佣兵挂了。电锯，我操！怎么拉锯啊？这样？吼吼！终于可以开始拉锯了，我。可算是做回人了，蒂夫人哥。但是我感觉我拉不到人，不太容易能拉到人。这么快失刀哟，鸟都没给你哦，鸟都没法给哦。小伙子贼得很哦，往我复活点钻哦，偷偷过来秀鸡哦。反正这个电锯杀不了他，那就下一个，他会回来的。哦，不想要翻买加速吗？哎，难不难受？难受就玩死了，难受，难受也得杀你，难受，难受，难受也得挂你第二世，难受。我会空军在中间吗？不会，他们是真的胆大，一个往我脸上窜，一个就在中间修，牛逼啊！这限制没修多少，修了不多。空军开了，空军倒是开了，好吧，佣兵开了，那我没说，秒救嘛，还是要收电机，哎，就是。其实还是能挂到地下室，但是没必要。这个空军装作没看到他的样子，修了吗？吓我一跳，我还打到空军了，你牛逼，再溜飞。
了吗？基本上没刷推进器，就一个了。刷得好，给力。刷得好啊。这两个人肯定在摸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血脂和那个两个人勾勾线线。不在这儿，也没摸人。赤裸裸的勾引，哦，救命推进器，哈哈哈哈！啊哈哈！我推进器，嘿嘿，去不去？我哦哦哦！喂，推进器！